JYP 在近日发布了新歌，将先前举办的全球快闪放进 MV 中，真的超级壮观。温馨又洗脑的歌曲更是让人一听就学会了。JYP 也火速登上了音乐银行打歌，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到了歌曲的后半段，行长元英竟然惊喜的出现在了舞台上，瞬间让整个舞台又增添了一大亮点呢。JYP 真的对于演出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希望他能够将这项才能传授给旗下的艺人吧。Thank you.